爸，背着干啥？没到老子那程度呢，啊？亲爱的小伙伴们，欢迎再次光临麦克妙妙屋。有一位多次的粉丝想看我站着用电脑版《和平精英》吃鸡，现在热身运动已经完毕，马上开始。好吧，其实是今天想秀一下我这套刚装好的电竞装备，同时这也是第一次尝试游戏和 vlog 结合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高度差不多了，挑战开始啦！如大家所见，我真的是站着的，保证不违规。其实站着办公对身体是有一定好处的，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。游戏开局，我首先落地外城。通常这种大城市的激战很难抢，但我不一样，总是期盼着遇到一些好玩的 1v4 素材，非常具有冒险精神。这个时候，我看了一眼地图，发现 N 岗的激战刚刚熄灭，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。这段时间，我们私人小队迷上了读 N 岗的桥。也非常迷恋那种打劫别人辛苦搜寻而来的装备的感觉，所以哪怕这一次是单人四排，我自然也不甘心放过对方。对了，有熟悉我这个娱乐界的老粉丝可能会问了，你为啥突然又上了这么一套设备？其实是这样的，我这个娱乐室好玩的东西确实稍微有点多，比如我有一台多功能桌子，可以打台球、乒乓球和冰球，也有一个10米射箭区、强身健体，还有各种玩具车，是小朋友们的最爱。这是我的弓箭战架，当然最显眼的是我这把猛蓝色万九四，它安全无害，直发着激光，射程200米。感兴趣的朋友弹幕走一波一，我发个改装教程。最后就是这台街机了，老少皆宜，聚会必备。看起来好玩的东西确实不少，但是对于我们家来说还远远不够，因为人太多了，每次聚餐光凶孩子就一大堆，玩的东西根本就分不过来。所以最近我又新安装了这么一套东西，主要用于单机游戏。主机是微星的宙斯盾泰五，低调奢华，配置也够用。显示器和外设也是这个牌子，不过没花钱，都是去年的闲置存货。然后座椅是雷蛇的，坐起来很舒服。唯一花钱的地方就是这张桌子和显示器支架了。这是松能黑鲨升降桌，我还给它安装了一条灯带和离线槽，效果完美，价格不到3000。当然，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一套松能显示器支架了，做工一流，跟个工艺品似的，价格800多。我选了双臂的型号，为的是可以一边玩游戏一边做点其他事情，你懂的。现在我已经来到了 N 港，但是有些奇怪，并没有看到一个人影，莫非是已经离开了？我本来还想着来一场精彩的 1v4， 貌似让我失望了。既来之则安之，进去看看，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可以捡到一把信号枪。没人打我，确实没人。这片区是信号枪的高刷新地带，依旧没人，彻底安心了。让我找一找有没有八倍枪。不好，有人！该死的，这就冒烟了。现在这球越来越不经打了，这该死的老六！我没有选择离开，我和别人不同，我越遇到敌人越是兴奋。今天是他们找死，怪不得我。但是我怎么感觉这里就他一个人？吊塔上也没有，我顿时放下心来。现在对方就藏身在了集装箱后面，想必正在瑟瑟发抖。来，丢个烟吓唬下对方。什么声音？哎，是个系统战神，吓我一跳。对方也不知道是吓傻了，还是特能沉住气，也不打算转移，他到底在想啥呢？那就再送给他一枚铝乐弹。兄弟，毒药来了，咱们也不能这样耗着。哎呀，好疼！哼，幸好我有机防身，等我恢复就下去弄死你。疗伤完毕，我再次进入我的破球，毒已临身，我药品不多，必须速战速决。哈哈，倒霉孩子，大炮失败，他完了。如大家所见，他的炮放错了位置，导致炮口受阻，挂得非常憋屈。他有一把信号枪，还有整个 N 岗的物资，我瞬间就变得肥美无比，啥都有了。随后我又换了一挺 M249， 这可以让我在接下来的 1v4 中拥有更加持续的火力输出。而现在神装在手，是时候踏上新的征途了。此时游戏已经过去了15分钟，一直站着的我依然是稳稳当当，将我强悍的腰力和腿力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来到桥头，望着我这冒烟的球，我心中一叹，这种样子是不能贸然过桥了。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，就怕有那可恶的堵桥者，只为劫掠我这满身的物资。万幸，我带了一门炮，可以助我安全过桥。
点火发射，成功抵达，毫发无损。现在我倒是非常希望对面有堵桥的。试想一下，我在上面蔑视着下面的四个，那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呀！不对，我还有一把新好枪呢，现在这是召唤沟通箱的最佳地点呀！说干就干，老天爷赐予我力量吧！于是我很快就拿到了一把 AWM， 这玩意儿绝对是吃鸡的保障，有了它的协助，一位二十我也敢一枪一个。随后我又果断放弃 M249， 这 MG3 才是真正的扫车神器，而且两个空投箱里面的弹药也足够我使用了，心情顿时就前所未有的美好。当然现在游戏已经过去20分钟，要是能稍微让我坐一下那就更加完美了。再次回到桥顶，我开始向对面潜行，只不过得到了如此神装，我的内心变得更加淡定，那种自信和从容更是前所未有。小心地来到桥头，并没有发现堵桥者，但是没有发现并不代表没有，特别是这个灯塔区域往往总是藏污纳垢，所以我开始潜伏下来，耐心等待下一个圈刷出。这个过程应该会挺漫长的，我就再给大家看一眼我当前的状态吧。当然此时的我仍然处在站立姿势，不过这么久的站立，偶尔换一下姿势不违规吧。也幸好我这帅气逼人的显示器支架可以任意调节高度和角度，可以让我哪怕站着也能时不时的换一些更舒服的姿势。可以说这是我至今买过的最满意的一款显示器支架了，强烈推荐给大家。看光这精致细腻的做工就能拽其他产品几条街，同时理线也很方便，有专门的走线槽，非常美观。更关键的是它还带有两个 USB 接口，这样你的鼠标和键盘可以直接走这里，让桌面布线更加整齐，太爱这个设计了。再回到游戏已经刷圈了，这周围仍然没有动静，也没有出现敌人的身影，可能是我真的多心了。幸好新圈不远，开始转移吧。射电小伤问题不大，我有机。新圈就离我一步之遥，所以还可以再等一等。等一下，不好，有情况。天哪，这灯塔区真的有人，那他们刚才为啥不打我，而且一直都没有露出身影，这太能隐忍了吧，这一对该死的老六。万幸万幸，我谨慎的吃鸡性格再次救了我一命，而如今他们就变成了我的猎物。毒要来了，他们应该要转移了，我迅速检查好手中武器，只待那激荡人心的一刻。哎，他们竟然选择走路，莫非是车没油了？这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过来。成功灭队。于是这两个比我还能隐忍的老六就这样变成两个粗糙的盒子，可能至死都不明白为什么会遭遇偷袭。随便填了下物资，我开始向新圈转移。当前还剩下六个敌人，我期盼着能够尽快结束战斗。30分钟过去了，我突然开始怀念任何能做的东西，同时这种感觉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，仅仅伴随着的还有一股不可言说的尿意。这片区域没有发现伏地魔的踪迹，我感觉剩余的敌人应该都在对面山头，而我接下来最好的落脚之地应该是前面那片杂牌房区。这里有车，看起来房区似乎没人，不过有人我也不怕，我的 MG3 并不吃素。确定没人，而且正好处在安全区边缘，暂时安全了。等下，脚步声，不应该呀，我的后面怎么会过来一个？但他似乎没有上来的意思。他停下了，他是我稍后进圈的最大障碍，必须先解决掉他。他为什么在这里丢了一个铝了弹？他不在这里，好像也不在墙边。等下，有情况。该死，他趴下了，导致我预判失败。哎呦，挺肥呀，自救器。不错，还意外赚了一个，而且我猜想的不错，剩余敌人果真都在对面山头，藏的都挺好呀。现在开始进圈。等下，这是这红红的是个空投箱还是开花结果了？好奇怪呀，这是新增加的贴图吗？
我这是刚才那个人，天杀的，我真是服了他个老六，差点把我尿吓出来。而且这家伙还有一把未曾使用的信号枪，他不会就是这样一路狗进决赛圈的吧？天哪，这家伙绝对有当王者或者战神的潜质，哎，服了哟。经过这一番折腾，对面三人想必已经注意到了我的存在。小鸡，接下来咱们要拼命了，你可要帮我呀。哼，跟我对局，卖某门前耍大棍儿。来到这里总算是安全进圈了，还剩下三个敌人，我需要速战速决。虽然我的双腿仍然稳如泰山，但那股暖流貌似快憋不住了。敌人们大胆的向我进攻吧，我是好人呀。哇，你真实在。不对，不应该呀，我这个位置坡度这么大，这山坡上面的人不应该打到我才对。该死的，这不会是遇到坚持与努力了吧？幸好他们没有攻下来，给了我恢复的时间。完了，我的一只鸡被毒死了。哎，啥情况？刚才和我对局的那个人没人救援。该死，他到底在哪？不在这里。完蛋了，真的遇到挂哥了。啊，等一下。你妹的，原来在这里。也怪不得不救你队友，我弄死你呀。直接灭队，意味着还剩下一个独狼，太棒了！距离上厕所，哦，我是说，距离吃鸡只有一步之遥了。加油啊，我能坚持下去的。也幸好，自从有了这套松动显示器之下，我每天都在勤奋地锻炼身体。高达9公斤的负重能力，加上丝滑的三轴联动直臂，只要调整到一个合适的压力，当个健身器材也是轻轻松松。只不过这种锻炼成本稍微有点高，大家健身方法。也因此，现在的我虽然有点两股颤颤，但再继续个5分钟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兄弟们，平日里一定要注重身体素质的培养，关键时刻能救命呀。冒着尿崩的风险，我再次喝下一罐杂牌饮料，让自己暂时恢复到巅峰状态，最紧张刺激的时刻即将来到。我们呼敬一雷，显然对方也不是吃素的，我们都在试图转移对方的视线，隐藏自己的位置。高手过招，招招致命，万般风险容不得一点马虎。这个倒霉孩子最终还是忍不住暴露了自己的位置，但我还有一只鸡，并不惧怕什么。一不留神竟然被他转移了，不过这都是小问题，无需担心。那么现在的局势就非常明朗了，我们两人就要进行一场战壕战，不是他死就是我活。可惜了，没来了，而且他貌似也没来了，我们半斤八两。来呀，是男人来进攻呀，胆小鬼。哎，这里有一颗手雷，那么如果我能拿到手中，胜利的小天平岂不是就要向我倾斜，值得冒险。嘿嘿，拿到了，对面的小可爱，我要来了哦。就是现在，搞定！丁兰也有个自救器，但是你没有机会用了我。凭借持久锻炼的装备，我很轻松就扛起了它，准备绕场一圈，庆祝着难得的挑战胜利。此时此刻，那种喜悦之情好似冲淡了我的浓浓尿意，只是不知道这位兄弟的心中是否又是另一种想法。好了，禁言解除，你还有啥需要交代的吗？嗯，真帅。喂，背着干啥？没到老子那个程度呢，啊！兄弟，嗓音条件不错呀，想要跟着我学做自媒体吗？算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我放你下来。其实我是个好人，徒弟记得联系我呀。我是麦克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有喜欢我这套电竞搭配的，可以参考一下。个人也是第一次接触电动升降桌，真的是相见恨晚，太方便了。那么接下来我准备试一下躺着吃鸡，这应该会非常的舒服吧。我们下期再见。